操！都与左少在此，谁敢放过？太挂了！能溜吗？给我一点。这么麻你玩什么绝地求生？啊！我他妈的，等等，干什么干就完了。TNC 一二训练了。蓝洞还问我那个八月份要不要去德国，他有个什么类似咱这那种 China Joy 那种东西，包机酒，但是他不给费用，那我去个鸡毛啊，那我去个鸡毛啊，那没米儿去个鸡毛呀，人生地不熟的。Jeremy 你有什么好玩的，现在有没有 Jeremy 的朋友？那 PNC 怎么办啊？那这个就那逼样呗，兄弟咋办呢？你咋办呢？那 PNC 又要去挨喷了吗，兄弟？哎，兄弟，有我在，谁喷你呀、啊？有我德威在。也确实，我们没毛病，真臭不了我这把。不是，这我觉得吧，有阿伟，阿伟应该会挺惨的。一彪，我跟他来回切换，好吧？嗯。不，你要说指挥的话，他应该确实要吸点火力的。没事，兄弟抢了指挥，兄弟，但是兄弟，我出两把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哎，都那逼样儿，兄弟。啊，全是七二。韩国玩玩吧。韩国旅个游吧，兄弟。韩国还行。我这回带个本地人去，上次感觉没玩好，没有向导。但是兄弟，如果打好了，咱们就不用吸引火力了。得打好呀！我们上次是多少来的？我们上次是第八还是第七啊？八。哎。干嘛？咱那届是不是最好成绩啊？最好成绩，最好成绩。我说实话，去线下了，估计夺冠了。他们太卡了，那逼网鱼呢？七十病还掉线呢。妈的，去线下真夺冠了，还他妈能掉线呢？我这懵逼了。不是那机子，陆哥根本就不会被喷，有我在他不会被喷的。low 呗，匹配，兄弟排位真不是人打的，我发现了，兄弟。要小心啊！匹配有意思，匹配有节目，兄弟。不是你们 TP 排位我不知道，那 LPP 我感觉最近就玩不了，白天还好。我操！那晚上太夸张了。夸张了！他说我很狂，他说他开十几号狙击我。操！我安排的。我看你直播做的这闺蜜有点多了，别人。我。兄弟别，左哥你别，左哥我真的打你们了。那个中小主播条例，兄弟你妈的，中小主播条例，你再这样下去，那条例我读了，都要接上广了啥的。这直播做的太好了，操！我左哥你别打呀，我左哥我刚好起来点，左哥我又不是小主播条例我读了，我不是不让你播 PUBG 好吧，我也不是不让你跟东华强那么玩、嗯，就是你们这贵宾实在是有点太多了，嗯，懂就行好吧。我主播条例读了，我背的。你放心啊，那就 OK 了，我就跟你说一声，压力别那么大。你行，行行，走个就是你以后下播下早点，都吸不牢我的都。哎呦我操！天天熬你。没办法，月初得多上着班啊，兄弟，压力大呀。也播不到我也没米儿啊。这么努力了，那肯定的。后边一队。哎，你们要求时长是多少啊？现在已经不是时长了，你像我以前之前的合同是就比如说一个月我播个120就 OK， 现在不是的，他有那种要观看的。这么恶心。不恶心不恶心，这有什么恶心，就得多播会儿，就得播会儿。不恶心不恶心，就得多会儿。明天去大司那儿，我得顺他的电脑，兄弟，电脑不太行了，得顺他一点。到脸上。什么？脸上，脸上，两倒，倒了一个，二刀倒了，一刀还有一个，我来，倒了，拉死了吗？哎，我脚底下拉起来了，不会爬下去，我脚底下拉起来了，一楼，我看脚底，好硬，我操，牛逼，兄弟，兄弟，你们太狠了，补偿六倍。兄弟，你搁那咔咔刷，我俩能不狠吗？嗯，就你刷的这频率，现在我俩能不狠吗？你们水平本来就狠，我操，跟你们后面连口肉都吃不到，喝口汤都喝不到。哎呦，懂了，放慢频率了，兄弟。暗示一会儿杀不了了，还得刷。哎，说这种逼话，给他疯了，兄弟。别老拿金钱衡量感情。你说我们 PNC 吗？咱俩真杀起来吗？哎，要杀起来，这他妈前年就该杀起来了，兄弟。
杀不起来了，要杀早杀了。说实话，前年那阵容也真不真还行，我觉得真是他妈的太卡了，而且没狙击架，真没问题啊。那一二三四都差不多呀，挺合理了，而且当时装的也都挺好呀。嗯，哎，就在我脸上，悬崖边。倒了倒了，老弟意想不开，意想不开。没补过人呐，兄弟。我没补过人，我还要把你牌卸了呢，你等着。兄弟，他说我没补过人，兄弟，牌都给拆了。我尼玛！我这有点蠢呢，兄弟。这个围墙是吗？兄弟，围墙有一个，遭报应，兄弟。遭报应了。暗示今年阵容不合理，不，今年阵容也还可以吧？就他那个选也还可以，真的。他选就是这么选，刘海碧出一个，三大核斗者里出一个，还合理吧？这种算我感觉。也别想尬的威老嘴我也老嘴他，我是认可的，好吧？你不能。老说我的舔呢，我是认可的，好吧？他又不是没来我们这打过，去年也还可以，去年就纯战斗流啊，就我只能说我们每年都搭配出不一样的风格，我们最强赛区，我都能搭配出不一样的战斗风格。为啥你每次都去有内幕啊？不是，没人儿啊，兄弟，你说 PCL 现在。这基本也没啥新人了，对不对？那种横空出世的新队伍、新选手很少吧？小年轻都不玩 PUBG 了。而且我说实话，小年轻，我说实话，这 PUBG 这游戏真得多玩，多、啊、多有那种比赛能打，不然小年轻也不行。是的，小年轻还是得就得拿比赛喂他嘛。那主要小年轻，我是小年轻，我肯定打瓦去好吧？打瓦或者搓着手游，那赚的钱也多呀。45个人。还挺质量，包质量的匹配真好玩，是吧？我以后他妈队内训，我天天玩。我匹配打到后面人也巨多，我们 PCL 就该改那种转个方式，兄弟。你看人家欧美，天天就打那个 B 匹配，虐那二 B， 兄弟，虐就冠军了。我们那天天被那挂个锁，什么就搁那对骂呢？等15秒吧，真得打匹配。不是要有 TVP 的比赛了，兄弟？有啊。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我已经很委婉的跟他说了，他还是要进行尝试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跳哪儿，老铁？哎，右边二楼，被炸倒了。来，咱俩搂这个，我直接翻。我房间扔火了，我惯着你了。漂亮，楼顶。铁包呢？铁包里再爬，找了一个，还一个，牛逼，还在铁包。我这边楼顶，这边，我操，右边还有一个，头上有，别急，兄弟，没关系，能活。右边仓库有一个，楼顶没倒吧？楼顶最后一个 ，OK， 楼顶没倒，有人又倒，哎，怎么又还是倒了？救起来了，救起来了。哎，死完了吗？自救，他妈又是自救，死完了，又是自救。哎，兄弟，那别动，让我狙一个呗。我操，有狙！我操，这么屌啊！这辆车停了。在这儿，哪里啊？蓝标，在那个黑色那里。我狙一个，我是主播。救！兄弟，你是主播？哎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救援套件，肥皂。哎，不带圈。哎。开车，撤退，开车去左边。哎，我操，哥们儿干啥？我操，真的很痛！别倒！我操，真的很痛，不行，得跑了！你们走吧，我要打药。完了，走吧，四车流。
连上，我啊，来就啊，哎呦我操，这鸡巴，打来这个车，哦，我操，我说话，这他妈的，还差三秒能活，还差一秒，一秒啊。我操，这个车有点恶心，这个车也好恶心。他妈这车出来，我靠，骇人听啊！我入了，兄弟。他就在这边，大仓就一个人了，在右手，在救队友呢。右手，二标是吧？对，在二标，就我进这边二标救起来了，两个一滴的 ，OK 了。右边打药了，然后左边。兄弟们，你们加油，我没子弹了。不是很牛逼。牛逼。我炸包，我炸包，有颗雷 ，OK， 我看能不能炸。哎呦我操，我要被炸了，好像。哎，别急，我拉外面围墙，能打到。我铲。我有雷，炸哪个地方？我先炸个远点箱子，等会儿。又炸我，我操，我服了。妈的，我也炸他。别急别急，我当小偷呢。妈的。那会扔雷吗？牛逼兄弟，我这儿绷带，我这儿绷带，兄弟外面。外面倒了一个，牛逼！倒两个，最后最后一个，啊！牛逼，牛逼，没毛丝啊！还有一堆的吗？没头。哦，那个雷是不是有皮肤呀？好像，不懂啊？不知道。我之前记得是这个女团好像会出皮肤，但我没注意。雷还要出皮肤啊？好像有。把弹幕嘴了一下。雷出皮肤也太变态了。我给你个包，这里。哎呦，谢谢。是像 CF 的雷那种效果吗？是吧？好，只有外观嘛。哦，只有外观，我以为丢出去爆炸还有个特效。那行啊，那个有点屌了。那说不好啊，有可能真会出啊，说不好。那太变态了。我感觉快了呢。嗯，我真感觉快了，真说不好。哎。我操！脸上也有一个，错了。想跑啊？打完就想跑、啊。我操！这雷雷！打完就想跑啊！打完就想跑啊！做了吗？做不了。哎呦兄弟，左边是不是有车呀？左边大巴。是，我听到了。我拉个角度，看见了，一队的，牛逼，牛逼，啊，嗯，又来了，这啥人棍，又来客人了，这，哎，不是，这不是，倒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来，我顶过去了，哎，我操，俩有一个，你还好吗？还不错。还不错，总算是救了。牛逼！我把我架着我，我骑过去了。左神，你前面有一个，你右上，我上右边。我啊！我下车了。掉。右边。右边烟里还有。死了是吧？没了，死完了，死完了，死完了！我这掉，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哎，我服吧，我服吧，牛逼，牛逼！我都摁上了。那我去开车去。啊，这把有那个大哥大。OK 了，随便送了。不是兄弟，太爷还给我发微信，要不就明儿他来接我。我操，这哪儿就那么大面儿？说自己打个逼车就过去了，兄弟。太专业了呀，他们这个嘉宾都要接的，兄弟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，兄弟，想耍大牌了，兄弟，那心里不得给我铺红毯？我操，好压力好大呀，感觉，是吧 ？PUBG 都没这色儿的，还开飞机不是还开车呢？这脚下飞哪儿？小 B， 哎，这个伞是怎么意思啊？我刚复活的，很残，还是让他飞下去。这个太难救了，
我操，我怎么看他穿着金战神呢？是我问题吗？左边还有一个，左边还有一个。我怎么哪儿呢？金战神。我操，绝对不是一个地儿。落了刚。我操，我怎么看他穿的是金战神呢，兄弟？是我问题吗？啊，我要飞伞下去看他是不是了，兄弟。哎，要飞下去看吗？啊，哎，金战神死了不是没了吗？能看到吗？不，我看他是不是？我就看他是不是？我看他真像金战神。斗鱼夹克吧。不是，不像，不，他那个他是戴帽的那种，他谁悲喜吗？他是，我来了，悲喜吗？左哥，你都没金蛋蛋，他凭什么有？你问问他。哎呦，这什么话，兄弟，悲喜好哥们请我喝酒呢。不，我说你脚下那个人。哎呦，我兄弟，左哥，我说你脚下那个人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这个是斗鱼夹克呀？我还以为是金蛋神呢。那你是吧？斗鱼夹克，黄标有人可以撅。OK， 兄弟 ，OK。牌，我操，真不要脸、啊！我尼玛，兄弟，看我直播是吧？牌给你卸了，我操！看我直播好呀，你不看直播这不说这话，我都不再拆你牌了，兄弟。看我直播就好说了呀。能架着吗？架着我给他干了。丢你雷了呀！再见。丢我雷，那我先走啊。丢你雷了，我进圈卡的了，是不是？倒了一个，倒了一个。牛逼！我进圈卡了，就一个了。哎，倒两个，倒两个，倒两个。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那我真压了。你压吧，压吧，本来想着稳点的，在烟里再救了。我扔雷，我不扔雷了，我给你来这个。我进圈了，兄弟，大局为重了。我有。兄弟牛逼，兄弟。我尼玛，就你给他来了个这个，我走了，兄弟，我奔着十一来，我不浪呀，兄弟，我不浪的呀。我以为丢的蓝圈，我先撤了。还有两个。哎，我都想干了，兄弟，这边二十个人了。他弟弟在哪直播？我发给你禁言了。直接封，兄弟，直接封。我这种直接封头。有飞伞的，哎我操，摩托这不是自行车这么屌，觉得我感觉我能骑上去。哎呀，他落空投了，晕了，他直接晕了，兄弟。我有。你们脚底下那两只呢？就之前四标那儿，在这边附近。啊，进去了，开进来了。标点了，一标。啊，我给他，我干了这俩。他最早就你们酒吧可以放的那个，你帮我看着，我漏的去了。听我讲啊，大商，你还好吗？我 OK， 我太 OK 了。他就在这个大商，看不到。大呢？还出来？我来了。他在哪？仓里。右边吗？对，我脸上这边吧。听到了，雷鲁用屁股零下的这种枪你不要玩啊、哦！哎，这妈太残忍了，兄弟，一点活都不给啊！有点残忍了，毒死了，毒里。那是，哎呦，看错了，兄弟。那有个黑点，什么唾沫星子飞熊上去了，兄弟。有车下来了，有车，你们走走。我这。当当！我靠！打爽了，暴打打爽了，现在打爽了。哎，他这身上我、哦、不带圈了，太暴力了！我操！我就说我怎么拨不过你呢，当当！你就看吧，这火力，兄弟，还想进圈呢，兄弟。走了，系统搂人了，就这一队了，没人了，倒了一个。三零倒两个，最后一个在我这了，牛逼了，最后一个在我这边了，最后一个了，左架侧左。哎，我说实话，牛逼！哎呦，兄弟，整完了，人都没看着在哪儿。哎，还是不能太拉逼脸，说实话，还是得送一下。太拉逼脸，有点太那个了，确实。不能以吃鸡为目标，好吧，我们。